香港二十二年前回归祖国，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。通过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，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得让人骄傲的成就，香港人持续享有繁荣稳定。面对目前的暴力升级、激进示威者的大规模破坏的行动，我们必须坚定信心，担当一国两制的捍卫者，以法治止暴制乱，尽快让香港的社会恢复平静。我相信香港社会里边无名的英雄非常之多，就让我们一起努力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